拽到公猫这屋玩儿，我不直接把拴着的一起都打包拽过来了。公猫们，你们应该比母猫们会玩儿。我去，这里头还有一只猫，谁？啊，橘宝啊！我以为别的母猫拽过来，那就坏了。看看，只有这些一大堆公猫才能碰撞出无尽的闪亮的火花。对，啊，小李宝在里面。大帅，你要不要钻一钻试试？看看你那个大粗腰能不能钻过去？小李宝。橘宝在里面，偶像这种特别老实的就不敢凑钱了。哎呦我去啊！在那干啥呢？我怎么觉得有点你比裁缝使的力气还大呢？你舔就舔，别拿牙连撕带咬的啊！我去，什么玩意儿扑隆一下？橘宝在里面呢，一夫当关，三夫莫开，只能钻进去三指。哎呦，差点吓的。那里是橘宝。兄弟们，让我们黑起来好吗？哎呦。橘宝和李宝到现在还没发生冲突呢。胖虎刚才蹭你，胖虎也想钻进来吗？你的体格比较粗壮，也许他们一脚踹不出去，你太沉了，终于敢把脑袋钻进去了。我去，橘宝在里面。现在自己在里面，其他猫全给吓出来了。你说是？天地万物，朕赐给你才是你的，朕不给你不能抢。他和胖虎还得打，胖虎只要把脑袋钻进去，估计还得挨揍。胡云俊。都不敢进去玩去了哈，他害怕橘宝。陆毅在那小心翼翼的碗里学呢，碗里瞅呢。你瞅，哎呦我去，哎呦啊！搞那边和大帅动手，你说有这么一只。这么霸道的猫，其他猫都不太敢往里钻了。独乐乐不如众乐乐，路易刚才玩不着，只好跑着求安慰了。哎呦我去，你使的是乔峰的降龙十八掌吗？一下子打出去好几只猫。哎呦，顺着还上去。还想挠一把，橘宝啊，能不能出来换一只猫进里面守去？来，把小脑袋伸出来。嗯、啊，你又跑回和大帅。梨花在那边门口呢，你去和梨花再较量较量，看看能不能。神经病吧，大帅。还和偶像动手了，哎，你看梨花不怕橘宝，大帅，这像个小孩似的那个动作，一机灵一机灵，也不知道你们谁胆子大点儿，怎么没有就第二只猫敢钻进去吗？胖虎要不要钻进去？路过，像路易这种胆小的上来了，
大帅还有点不死心，跃跃欲试。看，小林花刚要钻进去，就被菊宝发现了。